没想到只不过是水花四溅，却可以像变魔术一样呈现出慢动作的美感。透过高速摄影的技术，让画面可以凝结在那一瞬间。想不到连打火机点火一个小小的动作，它火焰颜色形状的变化可以这么美妙。气球被刺破的那一瞬间，这画面可以这么震撼。没有设计过打保特瓶或者是破弹而出，再来是打破苹果、打破西瓜，这画面的色彩就更加丰富了。完全无法写剧本，它的动感就是那一瞬间所呈现出来的爆破感。透过高速摄影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印象世界。